2020年11月1日的喵喵米家理发器，3、2、1 ，Action！ 嘟嘟嘟嘟嘟嘟嘟。那是不要乱丢啦。哦，好脏哦！那这个怎么办？这就完了啦。放旁边去。叮叮叮叮叮叮叮。对，我来摸一下这个。这个是刮胡子的吧？我的平板它可以直接运作。对啊，它里面有电啊。电池呢？嗯，要充电的。会电池的贴心服务。好，这个它可以调你要多长。拿下来了。然后呢，再放回去。等我一下哦，我看。对不准，有了。然后再把它收回去就行了。然后这个。这是什么呀？头发。这个是加油的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加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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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！不是啦，不是这种加油吧？谁在谁在加油的这么可爱？我这次有拆这种。它是把里面那个润滑油啦，不是加油。充电池，还有顺便附上一个小刷毛，不知道这个小刷毛是干什么的、就是用来刮那个没有那个刮泥刮头发弄在上面的头发。对，那我来刮，我来刮脏。等一下拿这来帮你们剪头发吧。嗯，它是剪油哎。妹妹这么可爱。好了，这个是爸爸自己剪头发要用的。这爸爸自己剪头发要用的。爸爸已经自己剪头发几年了？从当兵退伍后剪到现在了。190年了。应该也20几年了吧？哇，190年才是。20几年。好了。190年。Andy， Andy。来，放屁的声音。一，怎么会有这种要求？好吧，既然你要求了，我就照做。放的不好听，还请见谅。好来了，好了吗？猫咪可以吗？哎，不要放屁。